抱歉，抱歉。我在这里要感谢一下幸福找单节目组，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谢谢各位，谢谢。小姐，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谁能过情过？金利福珠宝邀请您扫描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金利福珠宝提供的礼品一份。我们的礼品是每期一等奖一名，价值5000元智能手机一部；二等奖1000元金饰10份；三等奖200元充值卡50份。幸福账单，我们为您买单。幸福账单，幸福账单，为您。是幸福三宝，大家好，我是宗宝，我是月宝，我是旭宝，我们就是传说当中的幸福三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推出的大型综艺互动游戏类节目《幸福账单》。本节目是由玩达山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每天玩达山》。幸福很简单，幸福就这么简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也想报销您手中的账单吗？别忘了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或者是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报销您的账单了。还是那句话，幸福账单为你买单。好的，那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报账人。汗水被那雨水冲了，结束40天的折磨，泡沫依然变成了宇宙。耶，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颗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大家好，我叫戴蕊，来自江苏常州，现在是艺校的一名学生，学习通俗演唱。哦，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非常的高兴，但是呢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爸爸了，因为爸爸是咱们三套的忠实粉丝。哦，真的。不管是开门大吉呀，我爱满堂彩，这些都会看，尤其是幸福账单。啊，最后一句话。对，你爸爸喜欢这个节目，他知道有一个游戏很难的游戏闯关是吗？他舍得把这么哈漂亮的姑娘往这儿送哈。就是老爹有信心。爸爸希望我锻炼一下。锻炼一下，勇敢一点。对。那他还嘱咐你别的事儿了吗？对，他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什么？老师帮我上一下道具好吗？喏，带着东西来的。打开。啊！您的账单就是来签名。哇！从大到小的是一套啊。对，没错，因为这个从大到小，我的用处都已经想好了。这怎么从大到小？就比如说这个最小的，会放在钱包。钱包里。啊。然后，床头。啊。然后书桌，天哪！然后这个贴墙上，你要把我挂墙上了是吗？装一块儿啊？这是给你爸爸的吗？不会放在你爸爸的钱包里吧？再有准备，借我用一下。你看啊，这照片谁呀？这好看啊！我也觉得很好看。哎呀。啊，是这个名儿也签了，感到特别的有点酸酸的哈。对呀，这心里特别难受。你们是这个账单的新人吗？对，我们刚来。刚过两个月。月哥、严哥，你们不要着急，妈妈早给我就是准备了。来来来，拿着来看看，拿着来看看。
我们也有信封，真的知道不？哎呀，老哎呀，贴的这是谁呀？谁呀？这个美图修成，这还谁？这老的谁？这是这不明明是汪涵吗？18岁的时候的这真的是小鲜肉级的，的你们看一下哈。你来赶紧签名吧，那个嫩，来吧，贝贝，静姐，没事，我们俩互相的，来，你先，你先来，你先来。这个挺帅的，来，谢谢。那今天你要报一张怎样的账单？我今天要报的就是爸爸给我买的900元的麦克风。900元的麦克风，对，好的，对于学习声乐的学生来说特别重要，为你加油。学习声乐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表演？肯定是唱歌。今天带来一首《红颜劫》。好的，来，60秒，才艺，请准备，3、2、1。人气花。你静静唱歌的样子还颇有点让我想起了好朋友，真的，我们其实都很想念他，很喜欢他，很喜欢他，非常可惜。再次跟你确认一下，你的账单金额是多少钱？900元的麦克风。900元，爸爸给他买的麦克风。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你就会获得由万达山一样100牛奶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没有成功没有关系，也可以获得万达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精美大礼包，好不好？好。还有我们的照片。好，谢谢。希望你开心，向爸爸妈妈问好。好。来，金福如挑战区，谢谢。好了，美丽的姑娘戴蕊来到了我们的挑战区，刚才我们的照片都已经给她了啊。没关系，挑战不成功的话呢，你也会啊。刚才我们的照片都已经给他了啊，没关系，挑战不成功的话呢，你也会啊，都上去了。好吧，那你接着挑战吧，开始，走，跳。我说开始了吗？你就跳啊！啊，你咋那着急呢？那还是非常遗憾的，要宣布我们戴蕊今天的账单非常遗憾的取消了。欢迎下一位报账人。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只想转个弯，却又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你知道我从他脸上看到男人没有的那种风情，发现没钱在身上。风情万种吗？风情万种吗？你说话是这样子吗？对，我说话，大家可能我刚说话的话，大家肯定会特别困惑的声音，都以为我是会是一个女孩，其实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孩。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孩。
你是谁？来跟大家认识一下。大家好，我叫于群，然后来自于山东济南，现在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哎呦，你叫于群？太好了。我叫虾米。在电视机前，观众现在可以试一下，咱们眼睛闭上，然后你说话。大家好，我叫于群。你脑海第一反应的人是谁？我。大家好，我叫于群。啊，真挺像啊，还真是挺像。幸福账单为您买单。幸福账单为您买单。哇！你们放心，我都是哥。我都弄完了，我都弄完了。我是你哥。天哪，你们仨可以有一个组合。对，我就和你比一下。他叫于宝，你叫于宝宝。好，于宝宝，宝宝，还是可爱的。猪宝宝，猪宝宝，我叫猪宝宝。你刚才是正常状态，如果说你拿出最温柔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最温柔的状态，我觉得咱得演个桥段，不演桥段的话，什么桥段？就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迅姐，你无情，无义，又无理取闹，真的。你才无情，你才无义，你才无理取闹。我哪里无情，哪里无义，哪里无理取闹？你哪里都无情，哪里都无义，哪里都无理取闹。好吧，我无理取闹了。咱毕竟是爷们儿，女人骨子里的那个劲头，咱是模仿不出来了。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义，哪里不无理取闹？我真的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就恍惚的感觉。我特别恍惚，尤其他站在我这边，我就觉得分不清，然后就耳朵里真的。以后我想了，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再出现的话，我可以拿个朱迅姐的脸，我挡在后边，我挡在前面。哎，姐，咱试一下。啊，我失声了吗？他在后边。幸福账单为你买单。大家好，我是。我是朱迅。我第一次碰到像我的男人。那今天报的账单是？今天报的账单是学习播音主持的费用，因为我在学校里边学播音主持。你真是要生生把我踢了是吗？哎，我不知道你这个说话有这种女孩子的温柔，唱起歌来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啊？当然，当然也是这样，非常啊，真的。来，60秒，三、二、一，走。3200元的播音主持的学习的费用，3200元播音主持学习的费用。对，他毕业了，还有我什么事吗？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好的，为你加油。于群，你准备好了没有？好了。好了，听我的口令，倒计时，三、二、一，开始。小伙子，冲劲挺足嘛。好，于群，千万别着急，
好的。在等着你。我以为你直接要往水里跳。好，一雪，你要看准什么时候才？你往哪儿去啊你？好吧，你就抱着他走吧。就是，哎呦喂，跌跌撞撞来到了第四关。想闯吗？试一次。我觉得咱两个就是个出场有点小气，你看看人家明星两个人出场，受请气儿就这么一拉，摆个狗眼的动作，多美观，多大方。哎呀，你咋这样呢？咱们说的好好的，这样热闹出场多好，你在家里和我犟嘴，来到中央电视台还是这个牛脾气，真是的。我觉得我这个出场好。哎，我这个出场好。我的大哥，你热情。行，都挺好的，都挺好的。来，跟大家认识一下，你们究竟是谁？啊，大家好，我叫王世清，来自陕北东方火的故乡嘉县。你怎么你一介绍他就走了呢？你怎么不高兴了？生气了？怎么了？你们说，他一上来就和我生气，而且自我介绍也不让女士优先。哦，你也是真是的，该让老婆先说话。什么大老爷们儿，真是的。对对对，老婆先说话，老婆先说话，来。
大家好，主持人好，后面的美女妹妹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榆林市首母县，我叫刘毅。如今呢，我们在陕西的梅海之都首母县开一个自己的婚庆传媒小公司，哦，我们两个是夫妻。哦，真的？啊，这什么意思？我们俩是夫妻？不是夫妻吗？哎，朱迅老师，你说朱迅老师长得这么漂亮，又气质这么好，你说你在家里，你的老公一定会让着你不？我们家没矛盾，百依百顺，我们家就一个声儿，就是他的声儿，是吧？真的，就你不可能，你在这么能说，你在家你不说话，没，你说不过他，你说不过他，他就一仨字儿，为什么？就那眼神一看见我都是，关键是眼神。对对对，就为什么仨字儿就没了？其实我跟我爱人啊，为什么没有冲突？是因为我们俩分工非常明确。他都他管呀、啊。那不是，那这样也不行。问你说啊，爱情是不变的，但是只是分阶段的，每个阶段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是不是？你比如结婚之前过情人节，我都会给他买一束美丽的玫瑰花，但是结婚之后呢，我就会给他买一坨西兰花，让他坐着给你吃是吗？实惠，这是过日子吗？今天来到幸福账单，你们是要报账单的，是张怎样的账单呢？我想给孩子报一台智能学习机，让孩子好好学习。学习机是吧？哎，是的。怎么样？我还是想给孩子报几张旅游门票。就只能一组嘉宾一张账单。统一一下，谁来？我自己闯关，当然我说了算。关来闯，那就听他的吧。那这样好不 好？你如果闯过第五关的话，第五关成功了，那你媳妇的账单也实现了，可以翻翻，好不好？好。那我再次给你确认一下，你的账单金额是多少钱？账单是950元的旅游门票。950元的旅游门票费用。来，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我们两个带来一首我们的家乡的陕北民歌。陕北民歌啊，准备，来，60秒倒计时，3、2。跟你们确认一下，账单金额是950元，950元的旅游门票费用。如果你们挑战成功的话，你们就会获得由玩达山医院100牛奶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遗憾失败的话，也会获得由玩达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精美大礼包，好不好？好，加油！谢谢，谢谢。你去干，我干，加油！谢谢。不让挑战去。好的，加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3、2、1，挑战开始。好，没问题。看他跨的第一步，我就相信他没问题，非常轻盈。好的，稳住，没问题。来，来到第二关。第二关呢，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他具体的节奏啊，运动方向。好的，稳住。漂亮，哎呦漂亮，这弹跳力
好的，来，来到第三关，观看一下所有的障碍物，它大概的一个节奏。稳住，稳住。我要提醒你，现在这个姿势是很难站得起来的，你知道吗？好，你已经转了一圈了，大概其实知道了吧？你现在全部平躺在上面，平趴在上面是很难站得起来的，要蹲着，要蹲着。你现在，好的，好的，漂亮。来到第四关，要提醒你啊，这关的诀窍是非常快速的跑过去。这中间会有几个障碍是会翻的，好吗？来，抓紧时间，一鼓作气，你只有一次机会能够跑过去，好吗？来，小心，宣布干窝组和账单取消了。欢迎下一位报账人。大家好，主持人好。欢迎你。我叫马奇凯亚，来自山东济宁，17岁，然后习武12年，4岁习武。现在在横店横漂。做什么？武行。这怎么讲呢？武行呢就是挨打。你的工作是挨打？就是演员在那儿一拳我们就咣飞出去了，然后今天非常高兴，因为终于有大特写了。我挺想知道你具体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才能够显得那些主角们更加。你知道迅姐特别想做一个功夫巨星，对。可是我太简单了，我就是专业干这行的呀。现在让你从女神变女侠啊！哇，师傅。师傅。来，要跳套一招，套一招，套一招。怎么抖你啊？你打我，你打那我一拳不飞出去了啊？你用那个手挡，我用手挡，这个挡，然后这个手下来，我这只手下来。嗯，对，下来，然后弯曲打我，对，这么过去吗？抓住我的胳膊，拉过来再打，棒。真的吗？好，喊出。姐，咱俩关系都挺好的，没事，我不惹你。其实刚才忘了一招，我觉得不够完美，我们再来一下好不好？啊。其实我觉得刚才这几拳哈，这是交手的一个感觉。你要跟真的从来没有打过这个武术的人比，你比我危险，是吧？对，他比我危险，但是他还会有各种不同的打。用拳打还好，因为我们能够多少自己控制，还会有各种不同的武器打，对不对？枪打，是枪是吗？手枪是这样的吗？来，你来开枪，我干不了这么残酷的事。哎呦，我要开枪。哎，他怎么没反应？哇天啊，拿枪这个多没有血性啊哈。我和你小干爸，你来个刀的。那手榴弹呢？小宝，哇！耶，妈妈，哇！
我觉得哎，小兄弟，其实你不光是你的武行，然后肯付出特别好，你其实演技对表演的理解也很好，真的真的很好。小伙子，今天来报一张怎样的账单？我要报一张3500元的平板电脑，给我父亲买的。那么今天带来一段什么样的才艺呢？先保密。保密啊！哎呦，有点神秘感啊！来，60秒倒计时，准备，三。的时候，老先生一出来，我后面的姑娘们就在说：“哎，是他爸爸，是他爸爸，太像了，你看看。”我是父亲吗？是的，是老爸是吧？儿子今天来到这儿哈，就特别希望给您买一个平板电脑，希望你看到他精彩的表现，好不好？谢谢。多少钱？3500元。3500元的平板电脑送给爸爸的礼物，加油了！加油！来，步入挑战区。祝你成功，小伙子，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的。来，3、2、1，开始挑战。我们都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快。很轻松，记住啊，爸爸刚才在说不要慌。好的，很简单。好的，这诀窍说过得非常迅速，所以你有充足的时间，但是可以考虑一下，看一看。稳住，稳住。你很聪明，很聪明，没问题。因为你的能力太强了，你通过前四关的话，第五关要不要挑战？不挑战，那就不是我马奇凯亚了。耶，要挑战。
我跟你说啊，你就是太相信你自己的能力了，你知道吗？因为你起跳的太早了。好的，那我们还是非常遗憾的宣布，我们的马奇凯亚他的账单取消。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本节目是由完达山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每天完达山，幸福很简单。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报账者。大家好，我叫既然，来自大连工业大学。哦，叫既然。对，我叫如此。为什么都喜欢拿我名字造句呢？请用既然造句。嗯，既然人生如此艰难，就不要再拆穿它了。那我这是，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呢？你前面干什么了？你有故事，你有故事。你有没有发现，特别是两个男生帮我看一看，这个姑娘有一什么特点？觉得？你看着我才能看出特点来。你少来，你少来。除了美丽，她特别爱笑，对，始终在微笑。哎，你看她，我真受不了，她真的特别爱笑，真的，她永远是这样，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好看。哎，这是谁冒出来的？啊，好看。你是专门训练过微笑吗？平时其实自己有偷偷做一个叫微笑操。啊，就训练微笑的操吗？就是，其实它是整个可以活跃你的面部肌肉，每一块笑肌都能活跃到。那你得教教我们呀，我们需要这个。好，那我现在先做一遍啊。来来来，看看。神，真的，我们全场跟你学学微笑好不好？特别是马月，发自内心的。你们老看我，发自内心的，我每次笑都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只是肌肉比较僵硬而已。哎，不是的。你看看人家姑娘来。你像我们这样的平时自拍达人，一般都会了，不就是连拍吗？来，一、二、三。哎呦，你饶了我行吗？好的，那么今天你来报账是张怎样的账单？是想给我的爸爸妈妈买一个在家里边能健身的器材，然后是5000块钱。健身器材给爸爸妈妈买的礼物是吗？对。那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是一段我原创的爵士舞。我们准备60秒，三、二。全票通过，哎呀！再次给你确认，账单金额是5000元的健身器材。5000元的健身器材，我必须要告诉你，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你就会获得王大山一百牛奶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遗憾没有成功的话，你也会获得由王大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精美礼品，好不好？好，加油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带你的微笑，请进入挑战区。既然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好，听我的口令，倒计时，三、二、一，开始。
别着急，我要告诉你，这个是晃动的啊。好的，站稳，千万别着急。好，稳住，别着急啊，可以抓住立杆，抓住力，可以抓住立杆，稳定一下。杆抓住，变成立杆，稳定一下。哇，轻盈啊，哇，还连续的。别操之过急啊，一定要稳住，时间有的是，着什么急？好嘞，第三关等着你。好，先上去。趴下趴下，对，好嘞，好，看准时机跳起，站起来然后蹦上去啊，看准时机，哇，太棒了。好的，既然来到了第四关，这个秘诀是你要快速的通过，因为有三到四个会掉下去的，好吧，一定要快。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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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你太棒了，既然。如果你通过了我们身后的第五关，你的5000元将翻倍，但是如果你不通过，那么之前四关就白过了，账单取消。既然你要想好，我还是决定。放弃吧，放弃吧。好吧，在这儿。我要正式宣布，既然账单确认，确认。好，那还要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好，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欢迎下一位报站员。你好，请问你是？我是王硕，来自河北保定，现在是河北传媒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大学生。学音乐的，现代音乐吗？是什么音乐？流行音乐。以前看过我们节目吗？说到这个问题，我就不得不讲了。我是咱们这个节目的铁杆粉丝。铁杆啊！我今天带了两样东西。嗯。第一样是送给咱们节目组的一个礼物。是我自己拍的一个小短片，送给咱们节目组当做礼物。你自己拍的吗？对对对。哎呦，大学生给咱们拍短片，我一起来看一下，赶快来看一下。请问您看过中央三台的幸福账单吗？我没看过呀。那您看过幸福账单吗？没有啊。你都没看过幸福账单啊？你真没看过？真的。我看过。幸福账单，请问您看过吗？看过啊。请问您认识朱迅吗？认识啊，那是我女神。那你喜欢她主持的什么节目呢？幸福账单。我非常喜欢你们主持的这个节目，我和我的家人都是你们的忠实粉丝。朱迅姐，我一直特别都喜欢你，从以前的正大综艺到现在的幸福账单，一路走来呢，我一直是地地道道的忠实粉丝。那您觉得那些游戏的难度怎么样？其实我感觉太简单了，就是我感觉翻倍那个也很简单，就是没有人挑战的，我感觉让我早挑战了。是吧？那希望您下次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的，好的，好的。幸福账单，幸福账单，为你买单，为你买单，幸福账单，为你买单，幸福账单，我来了。好，最后是他，最后是他，最后是你。酷的。然后就是我今天的第二件东西啊，就是我的杀手锏啊，幸福账单游戏攻略。攻略，我的天哪，嚯，哎呦，还有图呢，彩色打印。这是咱们第一季的时候那些游戏，现在还没有那个添加那个转盘啊。对啊，想起来了，第一季的游戏。真的哦，这是什么？第一季挑战失败人数比例，在第三关落水的比较多。做了细致的统计和分析，你怎么像个理科生一样啊？这是第二季的游戏，好怀旧啊！从第二季开始，咱们的节目就增加了那个转盘的项目。是是是。第三季仍然是转盘。而且转盘这一关失败率是最高的。所以说，也可以称之为死亡转盘。死亡状况。你
心好气啊。这是第四季啊，这然后、哦、这是你的预测。对，我预测。第四季游戏难度预测。对。哎，你这个第二关和第三关游戏都是难点，是吗？对，都是难点。凭你对这个幸福账单的热爱，我觉得这些游戏会善待你的。那你今天来报一张怎样的账单？报的是我的一把吉他。哦，你是音乐系的学生。哦、对对对。是多少钱呢？3000元。3000元。啊、哦，那有什么样的才艺呢？是弹吉他唱歌？对，一首《董小姐》送给大家。哦，董小姐特别好听。来吧。60秒才艺展示，3、2。董小姐，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董小姐，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兰州。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早起来吧，董小姐。哇！来看看姑娘，哦，成功。再次跟你确认一下，你的账单金额是多少钱？一把吉他3000元。3000元的吉他，加油！请莫用挑战性，加油！王硕，听我的口令，3、2、1，走。好。哎呀，还真是第一关还挺容易的啊！你说了，第二关、第三关是最难的。要稳住啊，别着急。来，来，好的。来吧，好。就这样。你节奏把握得非常好。还看呢啊，你不都分析过了吗？好，哎哎哎哎哎哎哎，上哪儿？哎呦，他的方法，哎呀，哎呀，天哪天哪，转盘这一关是概率是最高的，所以说也可以称之为死亡转盘。还是不得不遗憾的宣布，王硕的账单取消了。欢迎下一位报账。你好，主持人好。你好。你们好。哇，他一出来我就闻着香了。我看你们主持的好辛苦，就在吃的上来了。你们，你让大家看看，让大家看，哇，这么大个。这么大一披萨，这是什么披萨？这个明明是打卤囊吗？对对对，这么大囊，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囊。来认识一下眼睛美丽的新疆姑娘。我叫古赛丽阿依，来自新疆库车，现在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在报账之前决定这块囊给谁吃，大家一起吃。不行，每次都大家一起吃，最后我都没有捞到，要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谁能吃这块囊，好不好？咱玩个游戏呗。玩什么游戏？玩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游戏，谁爱吃囊的游戏，好不好？谁爱吃囊？参加游戏的所有嘉宾为自己起一个叠词的名字，大家必须记住这些名字，并按照既定的语句喊出对方的名字。出错的人淘汰，直到留下最后一个人。
那我们首先要给大家起名字，你叫妍妍。爷爷。妍妍。月月。依依。迅迅。我们还需要两个姑娘。哎，人多好玩啊！来，十九号评审来帮个忙好不好？十九号来。萌萌。这叫萌萌。叫什么？叫什么？方方。我们再说一遍，月月。萌萌。方方。迅迅。依依。妍妍。各位好汉请抱拳。好。迅迅请爷爷吃囊。爷爷不爱吃囊。那谁爱吃囊？月月爱吃囊。月月不爱吃囊。那么请问谁爱吃囊？迅迅爱吃囊。迅迅不爱吃囊。那么到底谁爱吃囊？芳芳爱吃囊。芳芳不爱吃囊。那么谁爱吃囊？迅迅爱吃囊。迅迅不爱吃囊。你可以下去了。好了，你赢了。来。但我是赢了吗？我们是一个很公平的游戏，就是你没有第一个被淘汰，吧？我们是一个很公平的游戏，大家都看得出来吗？各位好汉请抱拳。好。迅迅请依依吃囊。依依不爱吃囊。那谁爱吃囊？萌萌爱吃囊。萌萌不爱吃囊。那么请问谁爱？难道错了？来呀！哦，三对一。三对一。还比不过他一个人。我是三个代表。真是的。来吧，各位好汉请抱拳。爷爷请萌萌吃囊。萌萌不吃囊。那么请问谁爱吃囊？迅迅吃囊。迅迅不爱吃囊。那么谁爱吃囊？他爱吃囊。他爱吃囊。太绕了。你已经存活到这一关了吗？这是多大的一个奇迹。我跟你说，你要不为男人争点气，我跟你说，我瞧不起你。没事，我们俩都在，还围剿不了他，真是来萌萌。爷爷，这是萌萌，开始。来，萌萌，你开始。各位好汉，请抱拳。好。萌萌请月月吃囊。月月不爱吃囊。那么谁爱吃囊？爷爷爱吃囊。爷爷不爱吃囊。那么到底谁爱吃囊？萌萌爱吃囊。萌萌不爱吃囊。那么请问谁爱吃囊？爷爷爱吃囊。爷爷不爱吃囊。那么谁爱吃囊？萌萌爱吃囊。萌萌不爱吃囊。那么请问谁爱吃囊？月月爱吃囊。月月不爱吃囊。那么谁爱吃囊？爷爷爱吃囊。爷爷不爱吃囊。各位好汉，请抱拳。妍妍请萌萌吃囊。萌萌不吃囊。那么请问谁爱吃囊？妍妍爱吃囊。妍妍不爱吃囊。那么谁爱吃囊？萌萌爱吃囊。萌萌不爱吃囊。那么请问谁爱吃囊？妍妍爱吃囊。妍妍不爱吃囊。我在这里要感谢一下幸福账单节目组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得到人生中第一个这么大的奖项，那我要抱他回家，谢谢各位，谢谢。总归是咱们主持团没有丢脸。对，丽丽来帮我们分一下，来该怎么办呢？对，看看怎么来。下刀呢？这个不好接，要不直接用手撕怎么样？那好，可以。早说呀，焊着呢，来撕吧。其实撕着吃更。来吧。对，特别像那个造把饼一样。来啊，给他们点儿啊。带回去给姐妹吃一点。你报的账单是什么？我报的账单是去看我妹妹的机票。多少钱的机票？4000元。4000元的机票费用。那60秒才艺带给大家什么呢？新疆舞，维吾尔族舞蹈。维吾尔族的舞蹈。60秒请准备。3、2。
什么咽下去了还给红灯啊？为什么呢？嘴里还嚼着囊呢啊？为什么？对得起囊吗？来来来，说两句，说两句来。最基本的就是你的步伐，脚下要稳，上身要挺拔，然后最基本的手位就是你的脱帽手。行，手来直接展示，来来来来来来来。有一点小遗憾哈，我觉得你准备好了再来，一定可以看到你妹妹，好不好？好的，必须的，谢谢你，谢谢，我们等着你，谢谢，再见，再见，再见。欢迎下一位包藏人。这兄弟还是一外国猴啊，孙长老收了真通我是俄罗斯版的孙悟空、俄罗斯版的孙悟空、哎你还真挺像孙悟空的，你还别说，你看这个消瘦的感觉，哎呦还有眉毛，对对对，还有那头发就是金丝，然后你再贴上一个金色的那个眼睛，你知道吗？就更像了，你就更像了，火眼金睛了。你是谁？来认识一下这位悟空。大家好，我叫弗拉德，来自俄罗斯，现在在东北财经大学读研究生。我现在跟一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团队，叫捣鼓哥们儿。我们什么？捣鼓哥们儿。捣鼓哥们儿。东北话，捣鼓。喜欢琢磨的人。对，捣鼓。捣鼓。捣鼓哥们儿。我们捣鼓哥们儿教大家怎么跟陌生女孩搭讪。咱们选一个后边的女评委好不好？然后让她搭讪一下看看。来来来，谁想跟这个外国帅哥？那俄罗斯的女孩呗。俄罗斯女孩吧，来来来来来，正好有一个你的同乡。来试试，你别跟小偷似的行吗？好好的。好好的美女你好。你的头发很像一个瀑布一样美丽啊，你的皮肤很像一个孩子的皮肤一样漂亮，能不能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啊？不好意思，不行。又是白了。哎小伙子，你能帅气点吗？你能帅气点吗？这对，你别跟那个要偷东西似的，嘿一声，哎姑娘，嘿一声，哎姑娘，虎子像瀑布一样，你别这行吗？你这正式的，好好的，阳光一点，好吧？你平时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好吗？就正式帅，俄罗斯的帅哥，好的，俄罗斯的帅哥，知道吗？懂的，好的，来吧，来，我觉得他们在这里特和谐啊，来吧。逗着玩呢。美女你好。你好，可不可以认识你一下？啊，不好意思，不行。为什么？因为我妈妈说跟陌生的人聊天不可以。我认识你的妈妈。那好吧。好的。这句话说的觉得还挺好，我认识你的妈妈。我认识你的妈妈。你就认识她的妈妈。这个帅小伙来到我们现场是要报一张怎样的账单？因为我们捣鼓哥们儿打算拍一微电影啊，需要买特殊的镜头。多少钱？9600块钱。9600元的镜头，特殊的镜头。才艺是什么呀？弹吉他西班牙的歌曲。三二。
说，我觉得你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穿着悟空的衣服，我觉得哎呀，这个悟空真的是能文能武啊。然后当你一换装表演你的才艺的时候，我都惊呆了，简直就是一个美男子。我觉得你以后这样的话，根本就不用上街，就主动找女生搭讪。你看你这肌肉，你看你这才艺，女生会主动找他搭讪。对对对对对。好，我再次跟你确认一下，你的账单金额是多少？9600块钱。9600元的镜头费用。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你就会获得由王大山一样一百牛奶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失败也可以获得由王大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精美大礼包。请步入挑战区。好，谢谢。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3、2、1。好的。漂亮。我觉得对你来说好像没有任何难度。啊，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不用给你太多的帮助了，凭你自己应该没任何问题，没任何问题。哈哈，真的是。好，来到这一关，千万千万要沉稳，你的双腿要时刻保持住有爆发的可能，好吗？双腿要保持住有爆发的可能，才可以迅速到达对岸。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吸取刚才的经验教训，吸取刚才的经验教训，提醒你，你的双腿必须要保持时刻的可以站起来发力的状态，好吗？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漂亮。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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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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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来着！哈哈哈哈！第五关。你将面对的是一次账单翻倍的机会，一次账单翻倍的机会。如果你选择挑战成功的话，你的账单将翻倍。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记得你的账单应该是9600。9600块钱。9600块钱。这样，先给他个机会让他看一下。我大概跟你说一下具体的规则：快速采购3个圆球之后，只要跳过红色的棚杆，棚杆保持平衡不落入水中，账单立刻翻倍。我们在俄罗斯有一个俗话，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在天空的大的鸟不如一个已经抓住的鸟非常小的，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小的已经抓把握好的机会，所以我还是算了。好，在这里宣布你之前的账单正式确认。来，大声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欢迎下一位报账人，来认识一下你们是谁。大家好，我们是青春无敌组合。怎么就凑一块了呢？我们在那个一家舞蹈工作室学习，然后认识了。哦，学跳舞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同学。对，我听说你们就可以用舞蹈动作来模仿各种不同的动物，是吗？对。哦，那是高手。他经常哄孩子的方法。平时在家里。真的。学一些舞。比如说猫，你怎么用爵士舞的方式来表达爵士舞？猫。猫。猫，这就是猫吗？是这样啊。哎，不都这，不都这样吗？那是招财猫，行不行？
那蝎子怎么来喝呢？后边是这毒刺儿，我看出来了。对，我有一点小小的不满足，我觉得可以更猛烈一点，还是有一点收着了，是不是？嗯、是，没关系，我们这儿有觉得来，来，舞蹈也好，用你自己的个性也好，来表达不同的动物的表现，好不好？比如说猫，对，来，猫是怎样的状态？猫，喵。哇、wow. 哎呦我的心呐、啊、我的心呐、啊、蝎子是怎么表现？你现在是蛇蝎美人，来，哎呀，毒蝎毒毒，哎呦，蛰你。章鱼，或者你们三个人一起配合一下，八只手。谢谢三位妹妹，谢谢啊。那今天我来到幸福账单是要报销一张你们的账单，是什么呢？家用的一个摄像机，我们想把我们平时生活的点滴，还有跳舞的一些视频啊，然后拍下来，那我们就是可以放在网上，号召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运动起来，一起跳起来。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爵士舞吧。爵士舞。对。60秒才艺，请准备，来，3、2。If I said I want your body, would you hold it against me? All right. I said I want your body now. Would you hold it against me?天性，他们没有音乐好像就拘着，音乐一来就哇全打开了，真棒真棒、哦、来看看我们的姑娘们，哇，全票再次给你们确认一下，你的账单金额是3500元，3500元的家用摄像机，3500元的家用摄像机、哦、加油好不好？来，三姐妹谁去啊？哎呦，加油了，加油加油，请步入挑战区，姐妹们给她加点油好不好？加油，来，准备好了吗？3、2、1，挑战开始。好，轻松越过第一关。哇，这个女生好敏捷呀、啊、稳住，哇，好悬，可以稍微控制点节奏，没关系。时机，一跃而过没问题，没有问题。来，接下来，好的。找准位置。哇，这个女生真的不愧是学跳舞的，整体的身体的节奏特别好。极为的敏捷，但是要看站起来到对岸。好的，你没问题。好的，漂亮。稳住。
稳住。呜呼！你现在前十关已经通过了，啊，接下来就要面临的是一个选择第五关。那在这要宣布你之前的账单成功确认。来，大声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欢迎下一位报账人。旋转，远远无人间，喊得海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你好，给我介绍一下吧。来。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蒙城县双涧镇，我叫李丽，在双涧镇上我们家开了一家牛肉汤店。哎，你说话的声音跟唱歌一点都不一样啊。哦，那你能用女声唱吗？啊，可以。不知道你有什么漂亮啊，忧愁它围绕着我。谢谢。我觉得他唱男生更自在一点。对，今天你来报账单是什么样的？想制作一首花木兰的一首歌曲，制作费然后5000块钱。录制花木兰歌曲的费用。对啊，明白。好了，准备好了吗？来，60秒倒计时，3、2。钱来着？5000元的制作歌曲的费用。加油！来，加油！步入挑战区。来，李丽，准备好了吗？来，3、2、1，挑战开始。不要害怕，不要看下边，不要看下边，看你的对岸就可以了，好吗？找准时机，稳住。好的时机，没问题。中国福金利福金利福珠宝邀请您扫描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金利福珠宝提供的礼品一份。我们的礼品是每期1等奖1名，价值5000元智能手机1部，2等奖1000元金饰10份，3等奖200元充值卡50份。幸福账单，我们为你买单。好的时机，没问题。稍微有一点点遗憾，咱们的账单掉了。幸福账单全新一季深海世界主题，酷爽来袭，全新封面主持团。幸福三宝。幸福账单每周6晚19:30，综艺频道清凉首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拍完我们的账单故事和游戏，您是不是也想报销手中自己的账单，分享属于自己的故事呢？您又想不想知道我们会为您的账单设置什么样的游戏呢？人人都有账单，人人都有机会带上您的账单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在这等着为您买单。还是那句话，幸福账单为您买单。604张嘴在等着我，我是狗尾巴花，我是花尾巴狗。他今年5岁了，我今年才生。那一天爷爷领我去把惊喜看。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